大家好啊，罗曼指尖三代即将登场啦！今次以太空为主题，充满咗科幻嘅元素，连最新嘅 IP Tracker 都加入咗阵容，而且造型似公主咁靓，真系令人惊喜啊！ Molly 同 Pino Jelly 沿用咗经典嘅坐姿，其他 IP 就同情景有互动。大家预测一下隐藏款会系边个 IP 呢？唔知道会唔会系小野呢？官宣之后好快就会有得买啦，真系令人好期待啊！多谢大家收睇嘅 channel， 下次再见，拜拜。